这个零基础。はい、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我们先看一下上节之前要学的这个内容，主要是看一下这个语法结构啊。第一个我们学的语法啊 ，a 哇 b this a 哇 b this 啊，翻译是 a 是 b，a 是 b 啊。例句啊，我说我是中国人啊，我只需要把我放到 a 的位置，中国人放到 b 的位置，剩下的全都不变就可以了啊。那他西哇。中国人です。啊，这是第一个语法啊 ，a 哇 b です。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语法，啊，第二个语法 a 不是 b 是否定句啊 ，a 是 b 是 a 哇 b です，a 不是 b， 我只需要把 des 换成 ではありません或者是じゃありません就可以了，其他的全都不变。然后じゃ。じゃありません的话，它是，比较口语化，ではありません比较这个正式一点啊，正式一点，所以你用它两个哪个都可以。好，然后我说我不是中国人，我只需要把我放到 A 的位置，中国人放到 B 的位置就可以，其他的也不变。啊，我不是中国人啊，这里私は中国人ではありません。或者是じゃありません啊，都可以。好，这个是第二个语法啊 ，A 不是 B。然后第三个语法，我们学了这个 A 是 B 吗 ？A 是 B 吗？是一个疑问句啊，只需要在 A 哇 B です的后面加上一个か就行了。啊，か句尾加か表示疑问，然后它的。口语当中的形式可以读作嘎，而且一般情况下都读作嘎。a 哇 b です嘎 ，a 哇 b です嘎啊，就是把它浊音化了。那你虽然说口语当中是浊音化，但是你写的时候啊，只能写嘎。好，然后我们疑问句当中分为一般疑问句和特殊疑问句啊。一般疑问句，好，我们来看一下。一般疑问句的话，它是问对错，问对错啊。A 是 B 吗？那个佐藤是日本人吗？啊，佐藤是日本人吗？那我只需要把佐藤放到 A 的位置，然后日本人放到 B 的位置就可以了。佐藤さんは日本人ですか？啊，这个问的是佐藤是日本人吗？那他问的是对错。是还是不是啊？然后你的回答只能回答 hi 或者是 ie 啊 ，hi 或者是 ie 是啊，是日本人，不是，他不是日本人。所以对一般疑问句的回答，在这里它的结构在这里啊，肯定的就是 hi bi desu 啊，否定的 ie bi dewa arimasen 或者是 bi ja arimasen 就可以了。这个是一般疑问句。好，然后我们看一下特殊疑问句。特殊疑问句就是，有疑问词的疑问句。他问的是内容。那我们这一节课第一课当中学了两组疑问词，在这里第一个是 誰、どなた。誰是谁，どなた是哪位，翻译成中文都是一样的，只是どなた比较礼貌一点。啊，第二组何歳、几岁、おいくつ也是几岁。啊，他们俩也是翻译成中文是一样的，只是"哦一库兹"比较那个礼貌一点。那你可以看呀，你看一个人看脸就能看出他多大了，是吧？你看这个人明显他比你年纪老，是吧？你就用"哦一库兹"。你看这小孩也就3、4岁、7、8岁、11、12岁都可以用"囊塞"。那你叫不准的时候啊，我今年假如说35了，我看这人又像35又像34，我叫不准怎么办？我就用"哦一库兹"就没有错。但是你假如说你今年35了，你问一12岁的小孩，你一看他就是小孩，你用"哦一库兹"。你就不要用，你一定要用"囊塞"。为什么？"哦一库兹"就是太尊敬了，你对于小孩没必要尊敬，啊，过于尊敬也不好。
所以你就看嘛，你就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怎么样问就行了。好，然后他是问内容，那你只需要回答他的内容就行了，就是也就是说你只需要回答这个疑问词就行了。啊，问题あの人は誰ですか？那个人是谁啊？他问的是内容，他的疑问词是什么？疑问词是谁？谁的话，那你的回答就把这个人是谁，你把他名说出来就行了。啊，あの人は回答あの人は佐藤さんです。你也可以不回答人名啊，你可以说他是老师啊，你就直接说先生です也可以的。啊，都可以，不局限于人名，他有他的那个，你可以回答说他是经理啊，是吧？他是老师啊，他是律师啊，都可以。啊，不局限于人名。好，这个是第三个语法。好，然后我们看一下第四个语法。第四个语法 a 哇 b 的是 c more b 的是 more。第四个语法主要是 more 啊，more 的话，它的翻译是也啊。我是中国人，他也是中国人啊。我18岁，他也18岁啊。我喜欢吃这个，他也喜欢吃这个。但是这个词儿喜欢，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啊，我们后面会学到。就是说，你只要看到 more，它就是翻译是"也"的意思。啊，我们看第一个例句，私は先生です。お父さんも先生です。我是老师，小王也是老师。啊，这个是助词 more 的一个用法。好，这个我们上节课的内容啊。好，最后上节课还有最后一个内容就是 a 哇 b 的是 c more。be this car, see more be this car, 在句尾加 car 一定是疑问句，C 也是 B 吗？啊，我们看一下例句啊，我是老师，小王也是老师吗？啊，把他西瓜 sensei this, awesome more sensei this car, 小王也是老师吗？在这个疑问句当中，需要注意的是，肯定的，Hi。Oh, some more sensei this 肯定句用 more 回答，否定句 e a oh some wa sensei deva limasen。否定的话回答要用 wa，肯定的话要用 more。你叫不准的话，你 wa 和 more 你全都括号里都可以省略，省略了之后，你后面的就没有问题了。好，这个是这到这里是我们上节课的内容啊，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今天的内容啊。今天第五个语法，第五个语法啊，a no b，a no b，它的翻译是 a 的 b。在初级阶段，这个 no 你就可以把它翻译成的啊。但是呢，它不局限于的，就是你后面再往后学的话，它不一定只局限于翻译成的，但是在初级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只把它翻译成的是没有问题的。那这里的这个 no 的话，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新的助词，新的助词。啊，首先它是助词，第二。它的翻译在目前阶段，你可以把它翻译成的。现阶段可以把它翻译成的，然后我们要看它的含义，它的含义是属性，属性后面打了一个括号，所属就是说它是我的一个所属，它是。就是说，这个属性呢，它是属于所属这一方面，这里面的，就是所属这里面呢，后面可能还会有别的，所有啊，或者是性质啊，这些它都属于所属。那我们后面就是这个 no 呢话，它后面可能还有别的意思啊。这里的话，它是只讲这一个意思，属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是老师。是吧？我是老师，那你是哪个学校的老师啊？是吧？我是什么？北京大学的老师是吧？我是北京大学的老师，那我的所属是，我的属性是北京这个大学。啊，那下面说，
我是那个职员吧，我是一个工人职员。那你是哪个公司的职员呀？你属性是哪里的呀？啊，我是这个 ABC 这个公司的这个职员。啊，这是他的属性，但是他的翻译，他其实都是属于所属。我是所属于这个公司的，我是所属于这个大学的。啊，这是它的含义，是属于属性类的。好，那我们要注意一下 A 和 B，它都是名词，A 和 B 都是名词。那我们做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学的老师，做这样的一个短语吧，算短语吧，短语。大学的老师，那我只需要把大学放到 A 的位置，老师放到 B 的位置，然后 no 不变落下来就可以了，是吧？大学の先生，大学の先生。好，这个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呢？这个没有问题吗？好，然后我们再老看一师，下。这个教先生和教师能不能通用在这里教师他强调的是职业啊，啊？哦。先生的话他强调的是老师，可以说是一个，就是那个叫法，就是说，哎，王老师，王老师，那你不能说王教师，王教师吧？我的职业是教师，那你，但是我也可以说我的职业是老师，这两个没有问题。但我要去叫老师来，哎，王老师，你帮我看看这道题，我不会说王教师，你帮我看看这道题吧。它区别在这里。明白。好，那这个的话没有问题啊，只需就是你前面 A 的位置放你的词儿，B 的位置放你的词儿，中间加个 no 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来做一个，我说大学的学生，学生啊，学生在这儿，大学的学生，大学の先生。学生是这个学生是吧？是，学生啊，对，嗯，嗯。来大一嘛，大我先考考，no，对，啊，学生啊，我是学生，你是哪儿的学生呀？我是大学的学生，是吧？大一大酷 no，学生。好，下一个，那我做一个，我是，就是说，医院的医生，医院的医生这个词儿，医院在这里比如音，啊，鼻音，然后医生是啊。写作医医者是吧？一医生，下，好，加上 no 的话就是啊，标音 no 一医下，生，对，啊，标音 no 一下。好，下一个，那我们再造一个了。我说我是啊，一个研究人员是吧？研究者，那你是哪儿的研究者呀？啊，我是医院的研究者，啊，我可能是医院的研究人员，那就是啊。表音 no，啊，研表音究下。no 啊，thank you 下啊，表音 no thank you 下。Thank you 下。嗯。好，最后一个，我是社员，社员是吧？下影社员，你哪儿的社员呢？哦，我是 IMC 这个公司的社员。是 IMC no 下影。啊，IMC no 下音啊，IMC 可能是一个公司的名，嗯，那银行行员呢？嗯，我是银行的银行员，嗯，这个翻译成中文感觉有点啰嗦，嗯，为什么我可以说我是医院的医生呢？那有的人是学校的医生。校医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银行的银行员一般都是在银行，我感觉，好，谢谢。
好，这个是 no 的一个新的用法啊。好，这个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往下看一下啊，往下看一下，还是这个用法，这是我们刚刚做的词儿啊，还是这个用法。然后呢，我把它放到我们之前学的 A 挖 B 得死的这个句型当中。A 挖 B 得死 ，A 是 B 对吧 ？A 是 B，、嗯、那我的 B 的位置 ，B 的位置现在就是大 B 了。我的大 B 括号里是什么 ？A not B 小 B 对吧？嗯。把它放到这里，那我说我是大学的老师这样的一个句子怎么做？我是大学的老师。那我只需要把我放到 A 的位置，对吧？嗯、大学的老师放到 B 的位置。嗯。啊，那就是、啊、我是啊，私は大学大学です。先生です。大学中间还有个 no 是吧 ？no 我的大学先生对对的是。私は大学の先生です。嗯，私は大学の先生です。这里的话就是还是 A not B， 但是这个在第五个语法当中的 A not B 放到了我们第一个语法当中，它就变成了一个大 B 了，大的 B， 括号里是 A not B 小 B。这个大 B 啊，大 B 它的内容就是 A not B 啊，这个可以理解吧？嗯嗯。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句子，说佐藤是医院的研究人员啊。佐藤さんは病院の研究者です。嗯，病院の研究者です。嗯。好，这个是把它放到了第一个语法当中啊的一个用法，这个是 A 是 B 肯定的。好，这个大家看一下有问题吗？可以的。好，可以啊，可以的话我们再往下看。那我把第一个语法肯定的变成否定了。A 挖 B 代瓦利马森，或者是 A 挖 B 加阿利马森，这个是啊，它的翻译是 A 不是 B， 对吧？嗯，好，那我也可以把我上面的这个句子变成否定吧。我是大学的老师，我可以说我不是大学的老师吧。我是大学的老师，我大学の先生ではありません。嗯，我太希望大学の。先生，对，あります。好，嗯，对，你只是用你的新学的小语法去套你的大语法就可以了。嗯嗯，好，那我把下面这个佐藤是医院的研究者变成否定的。佐藤さんは病院の研究者です。ではありません。嗯，佐藤さんは病院の研究者。ではありません。嗯，好，这个是把它放到了第二语法当中。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我给它放到 A 挖 B 得斯卡这样的一个语法当中。A 挖 B 得斯卡 ，A 挖 B 得斯卡是吧 ？A 是 B 吗、嗯？那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啊，把它放到这样的一个。句子当中，它是一般疑问句还是特殊疑问句？一般。嗯，一定是一般的，对吧？佐藤，他是不是大学的研究人员呀？他是不是医院的医生呀？啊，肯定的是，否定的不是，对吧？所以的话，对他的回答，肯定的一定是 A 挖 B 的斯卡啊，肯定的一定是 Hi this， 对吧？否定的话是啊。嗯，首先 不是医院是吧？嗯，医院 B ではありません，或者是 B じゃありません。医院ではありません。医院，嗯嗯，一定要加医院啊，医院不是。嗯。
好，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句型。佐藤さんは IMC の社員ですか？佐藤，他是 IMC 的社员吗？嗨。好，然后回答啊，嗨。嗨，佐藤さんは IMC の社会社員です。对，你可以直接省略一点。Hi, I'm no scientist. 啊，伊耶 ，I'm no scientist. 啊，相应啊，先，相应ではありません。嗯，你就是反正就是语法套语法嘛，这样就是，就让我们的句子越来越丰富了。嗯，那我好，这个的话就是今天的第五个语法，它也是我们这个第一课最后一个语法哈。嗯，好，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吗？可以的。好，可以了是吧？好，那我们看一下，往下看一下。哎，这个的话发到群里了。这个的话是我们这本书上吧，经常用的一些人名或者是地名。我们简单看一下吧。嗯，国家名啊，第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美国 ，Ameri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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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这个比较熟悉了。下一个，第二个英国，英国是伊吉利斯，伊吉利斯。下一个印度比较简单，印度。再下一个，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韩国。好，再往下一个泰国啊，泰伊。好，再往下一个德国啊，德意志，德国，然后这个巴西啊，布拉吉路。好，再往下是这些，就是我们就是学这个语。这本书吧，这个语法吧，里面会用到一些人名啊，可能都是一些有的是虚构的啊。第一个麦库米拉啊，麦克米勒啊，麦库米拉，这个了解一下行，因为我们后面做句子的时候可能经常会用到这个人名。下一个瓦特啊，瓦托，佐藤这个了解了，萨托。然后山田是山田。对于人名呢，你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日本人一些通用的人名用的比较多的，像山田、佐藤啊、伊藤啊这些呢，它可能已经有了它固定的一个发音了，所以的话一般都会用这些发音去发它。然后呢，我们在学日语的时候不是讲过呢，它一个字可能有好几种发音吗？
是吧？那你对它的发音，你到底就是你在名字当中到底选哪个呢？这是你自己的一个喜好，你愿意选哪个就选哪个。就是说，比如说哈，嗯，就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我去日本的时候，然后我的老师，他日本人见到我之后，他问我，啊，你想怎么读你的名字？我说我这名字还能怎么读啊？我中文就这么一读法，我日本怎么读？但是他给我列举了很多能够拼出来的，那我就选了一个最好听，我觉得最好听了，啊，那个就是最顺口的，啊，就是说锅的话一般分就是指这个卡古，啊，但是这个川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读卡哇，卡哇，啊，它也可以读森，卡哇。我这个字呢，它比较特殊，不是比较特殊，比较简单，它只有两种读法。那老师就让我在这里选了，你想选哪个？那我就选了个森了。我觉得卡古卡哇感觉有点奇怪，我就选了卡古森。然后呢，就去办那个就是日本就是什么居住证啊、暂住证啊、什么各种保险证啊什么的。然后我都写的是卡库森就可以了。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你觉得这个卡库森你不想读了？我想读卡库卡哇了，那你下次再写的时候，你可以写上卡库卡哇。他们对这个要求不是特别严格，所以的话就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日本人的名字一般是四个字吧，嗯，你一般的情况下你读不准他的名，因为他的汉字，他一个字他可能读对应四五种发音，你不知道是哪个呀。但是姓的话一般是可以固定的，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叫的习惯了。可能是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是吧？都叫山田，那他就雅马达了。姓在前面，是不是？对，姓在前面。那后面的时候呢？所以的话，日本人为什么他叫人的话只叫姓不叫名？他叫雅马达桑，是吧？他不会叫你后面的什么什么桑，他不会叫，因为为什么？你后面的他首先他的读音叫不准，所以的话，你如果真的想知道他的读音的话，你得去问他。所以就是存在一种情况是什么？那很多人问我，哎，这个日本人这个人名字怎么发音啊？我真给你叫不准，因为我不知道他怎么发音，他的发音可能有很多种。我唯一能给你叫准的话，可能是姓的话，我觉得哈，50个日本人叫山田，他都正49个人这么读，我就给你肯定山田就这么读，但是可能有一个人他不这么读，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的话，对日本人对于名字这件事吧，哈，他们很随意的。你觉得今天这音我不爱发了，我发那个音可以，没问题。啊，他是这个样子的。那不会很乱吗？嗯，也还好。你认识了这个人之后，他就，你就知道他叫啥名了。他一般情况下不会改。问一下老师，如果是佐藤女士，我们也叫萨托桑还是什么？对，桑，都是桑的话，对，佐藤男士、佐藤女士、佐藤同志、佐藤什么先生什么都可以。桑是万能的。萨托桑，对，万能的。嗯，所以你郭老师也叫卡库桑也可以。对，可以。卡库桑，卡库桑。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这个。哦，例文的部分啊，例文的部分，这个是，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第一个，嗯，あなたはマイクミラさんですか？マイクミラ，我们讲刚刚说的一个人名嘛哈。あなたはマイクミラさんですか？好，首先这句翻译是什么？你是マイクミラ先生吗？嗯，你是啊。啊，这个 Michael Mila 桑吗？啊，先生吗？啊，或者 Michael Mila 女士吗？都可以啊。嗯、好，然后回答说 Hi， 好，私は Michael Mila です。啊，他说是的，我是啊 ，Michael Mila， 对吧 ？Michael Mila です。嗯，好，这里的是私は（括号可以省略）。嗯，然后瓦他啊，不是阿娜塔瓦可以省略，瓦他西瓦也可以省略，是吧？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什么可以省略？这是他的一个习惯用法，而且他经常会省略。
也不说经常会省略，我可以跟你说是90%它都是省略的。啊，中文会是这样，我们中文说你是王小姐吗？对吧？你是王小姐吗？但是日语就说是王小姐吗？他会把你给省略掉。啊，这是他们的习惯。嗯。然后回答说我是王小姐，对吧？然后日语就是是，是的，是王小姐。而且你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你就可以说，哦です，我就说哦です。哦，不是王吗？对吧？哦です。那他就明白了，就是说啊，我是小王啊，你是小王。就是说你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你就要说我是小王，但是日语的话就是 oh this 我是，就是我这个词儿就给它省略掉了。啊，如果你非要加瓦他西瓦 oh this 语法上没有错误，但是日本人一听就是啊这是个外国人来的，他说的日语不地道。啊，你跟日本人说 oh this， 哎，这中国人学日语学的好呀。啊，就是这种感觉。好，这里的话有两个啊，第一个陈述句当中，陈述句当中就是下面这个回答了 ，Hi， 把它西瓦麦库米拉戴斯是吧？没有点点点哇，默认是瓦塔西瓦。啊，在陈述句当中，如果没有点点点哇的话，它默认的是瓦塔西瓦。那如果你要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是老师啊，我说成日语我就说先生です就可以了。先生です默认我是老师。如果我要说山田是老师，你就要加山田さんは先生です。如果你不说山田さんは默认的话，就是你自己了。这个可以理解吧？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第二个解释，对它的解释是疑问句中，疑问句中没有点点点哇，默认的是啊那塔哇，这第一个句子了啊，疑问句当中没有点点点哇，我把点点点哇省略掉了，默认的一定是第二人称啊那塔哇。嗯啊，如果我直接问マイクミラさんですか，他的中文翻译一定是你是小麦克米勒吗？嗯嗯嗯，而不是那个人是麦克米勒吗？那个人就是第三人称了。嗯，疑问句中没有点点点哇，默认的是第二人称。嗯，好，然后我们看第二个例句啊，第二例句，他说啊，ミラさんは、ミラさんは学生ですか？学生ですか？这里说的是米勒是学生吗？嗯，是吧？米勒是学生吗？嗯，然后回答いいえ。学生じゃありません。学生じゃありません。他省略的是私は是吧？啊，不，我不是学生。啊，我不是学生。好，下一个啊，说，哇，这里打错了，这括号打错了。这里他说啊，直接我们不看括号了。銀行員ですか？銀行員ですか？是吧？那一定的问的是对方，你是银行职员吗？嗯，是银行职员。
じゃ、銀行員じゃありません。ありません。啊。以后是啊，以下。じゃです。嗯。啊，不，我不是银行职员。啊，我是医生。他这里省略的是。他这里省略的是什么？爷后面省略的是。啊，瓦塔西瓦，对吧？瓦塔西瓦。瓦西瓦。嗯。好，我们看最后一个例句哈。あの方はどなたですか？あの方はどなたですか？那个人是吧？那个人是谁呀？那位是谁呀？嗯，好，回答。バトさんです。バトさんです，是吧？啊，是瓦特。马托桑的是马托桑的是，然后他说，萨库拉大一个库，这里的话是一个虚构的萨库拉，我们之前学的是樱花是吧？虚构的一个虚构啊，樱花大学。萨库拉大一个库，萨库拉大一个库の先生です。嗯嗯，萨库拉大一个库の先生です。大学の先生です。萨库拉大一个库の先生です。这个是例句的部分啊，例句的部分。好，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一节课的一个小绘画啊。我刚刚发群里发的有点晚，我应该提前发一点的，下次提前发到群里啊，大家可以提前看一下。嗯，好，我们先，嗯，来看一下啊。它这个题目是はじめまして，はじめまして，这个之前学了吧？はじめまして。初次见面，初次见面，好，初次见面，初次见面，はじめまして，はじめまして，啊，然后佐藤说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早上好，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早安，啊，然后山田又说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嗯嗯，然后他说佐藤さん，啊，佐藤さん，こちらはマイクミラさんです。好，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啊，它是这样子的。首先，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这个ございます是可以省略的，你关系好了，直接说おはよう是没有问题的。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它的翻译是早上好，对吧？早上好，这个我之前应该讲过。但是呢，在那个工作场正式场合可以这么说，正式场合工作场合，你第一天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虽然说是个下午，但是你也可以说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一般来说哈，是工作场合。就啥意思呢？因为我以前在日本我也打工嘛，打工的时候，然后我下午，我明明是下午班，然后进去之后，然后人那个跟我说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我就很懵啊，那明明是下午了，你干嘛跟我说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呢？后来我就发现他们老说老说，就即使是下午班他也老说老说。然后呢，有一天我就去上课，我就见到我的教授了，也是个过了中午了，然后我就跟他说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然后他就跟我说现在不是早上。然后我说那为什么我打工的时候人这个点都跟我说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然后他说打工的时候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可以这样说的，就是说在工作场合两个人如果是第一次见，就是今天第一次见啊，是可以说的啊。有的时候是会这个样子的。嗯，好，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他说佐藤さん、こちらは啊，マイクミラさんです。这里的こちら，こちら是这位的意思，这位啊，这位，这位是啊，マイクミラさん啊，这位是マイクミラさん，给他介绍了啊。然后米勒说了啊，米拉米拉啊，在这里说はじめまして、はじめまして、はじめはじめまして、见面是吧？嗯，好，然后直接说了就是マイクミラです。マイクミラです、ミラです、マイクミラです。好，那他这里省略的是啊，ワタシワ。嗯，ワタシワ，对，ワタシワ。啊，初次见面，我是米勒。
啊，我是麦克米勒。好，嗯、我们看下面，アメリカから来ました。アメリカから来ました。好，アメリカ是啊，是啥嘞？从美国来，美国来，美国。好，然后看一下这个から来ました。から来ましたの用法是从点点点来。从点点点来，它前面加国家或者是地名都行。名词啊，我用 N 表示国家或者是地名的名词加上から来ました。它的翻译是来自哪里？来自哪里？啊，我家美国啊 ，America から来ました。我来自美国。我家地名就可以说东京，是吧？嗯 ，Tokyo 啊，东京是 Tokyo。Tokyo から。から来ました。来ました。Tokyo。しました。我来自东京。啊，你来自哪？你前面就加地名就行了。嗯。東京から来ました。好，让我们再看往下他说啊，どうぞよろしく。どうぞよろしく。よろしく，这个之前也学了吧？どうぞ是啊，请是吧？请多请。嗯，请多指教，请多关照啊，都可以。它省略的是お願いします。你说全了，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啊，你也可以直接说どうぞよろしく是可以的。嗯，どうぞ的话翻译是请。行。请，然后呢？这个よろしく呢？よろしく呢？它是，嗯，它的翻译可以说是适当的，或者是应该的，或者说是关照的，啊，意思都差不多，啊。这个お願いします呢，有一种拜托的意思，所以把它连起来就是啊，请你多多关照。好，然后再往下啊，佐藤说了。好，佐藤，佐藤 Keiko です。啊 ，Keiko 是一个人名，我们可以不用记，可以不用记。佐藤 Keiko です。啊，我是佐藤，我是佐藤 Keiko。啊，我是佐藤 Keiko， 它是一个人名啊。然后他说，どうぞよろしく啊，他也省略的是お願いします。啊。Keiko 是继子吗？是继嗯，惠子，对，是惠子。惠子 ，K 口，惠子，对，反正就是个人名嘛。嗯嗯。在中国，如果说请多关照，这里说怎么说呢？一般来说，请多关照啊，惠、哦，这个好像是个日本人，多多よろしく，反过来讲也是多多好。よろしく，还有其他的说法没？哦，没有，不反过来说，就是说他们初次见面就这一套，嗯，就是はじめまして啊，然后是什么什么什么です，我叫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是どうぞよろしく了，お願いします，就这一套，嗯，不会说别的，嗯，对 ，OK， 嗯，好。嗯，到这儿的话就是第一课的全部的内容啊，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第一课啊，总结一下，稍微总结一下了啊。嗯，
看一下我的题目是马托梅，马托梅是总结的意思，归纳总结的意思啊。嗯，归纳总结。好，这节课我们主要是讲的是助词啊，助词。第一个助词我们讲的是，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啊。第一个挖，挖提示主题啊，它的作用是提示主题。A 挖 B 得死啊。好，第二个我们学了一个什么助词啊？放在末尾的话，构成疑问句的话，我们是卡，卡是吧？嗯，卡。第二个助词卡。啊，放在末尾构成疑问词，翻译是什么什么吗？口语可浊音化。啊，为什么我们就是总结助词呢？因为助词特别重要，我们初级阶段就是学助词，分辨助词，因为一个助词它可能有三个、四个、五个，甚至到十个意思。哦，所以的话，你不同的意思，你构成的语法它就不一个意思，翻译成中文就不一个意思了。所以的话，我们助词可能说是初级阶段前半阶段是很重要的。好，第三个助词我们学了一个摸，摸啊，摸是什么意思啊？摸啊，摸是吧？把它细摸，肯定，肯定，也、哦。Yeah.也，我也是老师，也。啊，摸，第三个助词摸是也的意思。啊，第四个助词是这节课学的一个助词，连接两个名词的。No，No 是吧 ？No 大学的老师，啊，你目前阶段把它翻译成的就可以了。好，这个是第一课啊，第一课里面的四个助词。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节课学的疑问词啊，疑问词学了两组，第一组是几岁，几岁这一组是啊，普通的是啊 ，nonsai，nonsai， 嗯，礼貌一点是 oikutsu 是吧 ？oikutsu。好，疑问词第二组学的是什么？水水是吧？啊，大雷，大雷，普通的是大雷，然后礼貌一点，多纳塔，水哪位？啊，水哪位？好，这个是疑问词的部分。然后，好，好，疑问词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好，然后我们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句型啊。这节课我们学了句型，我们给它总结一下。第一个学的是 A 是 B，A 是 B， 它的语法结构是啊 ，A 挖 B 的是，嗯 ，B 的是是吧 ？A 挖 B 的 A 是 B 吗 ？A 是 B， 那第二个。否定的 A 不是 B， 我只需要把 this 换成 this guy。A 不是 B。終わります。終わり。嗯，对。あり。啊，ありません，是吧 ？A 不是 B。A は B。ではありません，或是 A は B じゃありません。啊。じゃあります。嗯，就是第二个句型，第三个句，第一个句型是肯定的，第二个句型是否定的，第三个句子是疑问的，对吧？疑问的 A 是 B 吗 ？A 是 B 吗？啊 ，deska 是吧 ？B deska 啊 ，A 哇 B deska 是 B 吗？这个是疑问句，疑问句。如果没有疑问词的，没有疑问词的话，对它的回答没有疑问词，问的是对错，对吧？对它的回答一定是对，是错，是吧？啊，对的话就是 hi B des， 啊，错的话是。いいえ。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はありません。好，有疑问词了。有疑问词了，我们两组疑问词放进去，是吧 ？A は何歳ですか？
对啊，おいくつですか？是吧？把我们这一组疑问词放进去，然后问的是几岁，然后你回答只需要回答什么什么岁就行了，五岁、六岁、七岁都可以，啊，把岁放进去就可以了。啊，那第二组疑问词我们再给它放进去 ，Eva， 第二组疑问词是啥来着？达雷，嗯，达雷是吧？达雷，伊娃，达雷ですか？伊娃，どなたですか？啊，是哪位呀？啊，然后对他的回答，你只需要把人名，但不仅限于人名放进去。你可以回答他是山田，啊，这是谁呀？然后回答这是山田，或者回答这是老师，是吧？是人名，但不仅限于人名。嗯，好，然后最后一个。嗯，语法是啊，这里了 ，A 是 B，C 也是 B， A, 嗯 ，A 是 B 是 A 吧 ，B 的是是吧？那 C 也是 B 呢 ？B 的是 ，more B 的是，嗯 ，B more B 的是，嗯，好，到这儿的话就是全部的内容，嗯。第一课全部的内容啊，然后大家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嗯，第一课全部内容啊。有问题可以问一下。嗯，然后没有问题的话，我会在群里发一点简单的小题目，大家可以做一下，我们下节课一起来。再讲一下，然后会把下节课就是第二课会用到的单词先发到群里去，你大家可以提前看一下。OK。好，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吧。お疲れ様でした、先生。お疲れ様でした。真辛苦了，两个小时辛苦。不会不会。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好的，好的，好的。